听友刘少卿吼，刘少卿伊有种这个蜜苹果，伊讲诶有这种情形，想要问阿宝老师哦，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可能因素。过来就是伊伫诶，因为哦，算讲气候呢，有听到有朋友即讲热带水蜜桃哦，夏蜜哦，提早落叶的方法。啊，老师，你有提出你的建议方法？啊，伊问讲。对着这个红莲水蜜桃处理方式吼、哦，是不是适用？底下海拔400公尺哦，就是当时哦，这个台中的东势地区。这个苹果这个部分有一点啊，这种芳心吼，这种的。那么这有时啊，应该哪个上面意外吼、哦，这个跟朋友很大哦，有很大的这个啊，有真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啦吼、哦，就是讲。它在的这个吸收，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底单，温度稍微高一点，这种所在还是这种啊，这个有算温度变化较大的这个所在哦。那么底家吼，就讲、是、有当时啊，你也严重的时阵吼，伊伫这个果皮外口，伊甚至有诶，就细细粒粒的鼻溃，尻川收窄收未好势吼，啊，表面有一点啊粗粿粗粿，这种的一个。那么叶啊，安尼翻切翻切哦。那么你那是改这个切开的时阵哦，等于讲伊那是欠了较严重，然后一个就觉得怪怪的。所以一般通常咱伫这个啊苹果内底哦，就是比较容易造成哦这种的这个缺本，这个伤淡伤大伤淡伤大伤寒伤热。啊，苹果不太会，伫咱台湾袂伤寒，但是拄着拢是这个热哦。那么导致伊的一个缺乏，那么咱需要利用一种、啊、去调整伊，因为这个强酸性的一个，咱伫山顶吼拄着这问题，就是强酸性的这个土壤。那么强酸性的这个土壤去造成着这种的一个啊，这种它容易影响着这个吸收，然后的啊，你这样是介严重，你个无效，所以内底就一个叫做康心康。米汤的汤哈、哦，有这种的一个，有一点啊，呢，迄个组织呀，呢，啊，这种泡泡啊，这种情形，所以，伫迄个幼个的时阵、哦，就是偶尔、哦，就是给它补一下哈、哦，补一点这个膨天气那不好，啊，你都用早收入啊，你啊天气顺顺啊，你都买一般像这个，这种像这个全世界上出名的、哦，大概就是美国嘛，车，唔是咱咧替广告，咱电台播。哦咱电台无马车牌的，即个有诶讲，进前有好朋友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听听咧讲诶，迄个一台买车的，我恁电台敢有无啦？阮电台无咧卖吼。啊，伊这是一个美国彭沙集团啊，一个叫做力拓矿业公司啊，一种诶，即个的专门咧提供即个因为彭诶利用伫作地即个所在嘛，所以包括伫即个冶炼呐。就讲玻璃啦，这做些拢去用的，工业咧用，啊，地产农业用一点点嘛。那么有诶讲，迄较无容易用，啊，你当用硼酸，哦，用硼酸，啊，那较无容易去，并工啊，较无容易用，啊，你得，你得就注意者，一定要充分溶解，啊、哦、啊，尤其那是硼酸，一定要加点热水，啊、哦，先用热水把它溶了，再慢慢溶，啊、哦，你。山顶有时啊，迄温度上过头低，咱咧山的迄个水温度低，你用迄个硼酸砂迄种物件吼，迄个无啥用，所以咧山吼吸收效果足歹，别管你是安尼。所以为虾米市面上有一挂像咱即个早收入即个物件，都大家爱用，就是因为呢，迄个物件比较不容易受温度影响哦。啊，其实若要省钱，就是即个小补一点。所以也有一个这个更新啊，严重于当年的，这个果实的变形哈，就会变小，就会变得那个啊，这内底迄个肉质的这部分哈、哦，那么大概呢就是有一个肉质啊，通常伊的一个，那是有一个这个果肉内底有一点点啊，这种更新海绵状哈、哦，这些物件，那有的人他嘴较厉害，他会觉得吃起来有一点点苦，就厉害啊，我本来吃不出来。因大概甲讲哥哥，我讲现本来就哥的味啊，什么的。我讲食的哥哥你无讲，这个不太一样哦。所以你还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缺乏啊。
啊，为个即通常咱伫中文内底讲叫做糠心啦，啊，实际上伊就是一个海绵状的一个即种形啊，啊，即、这个组织发展较无完整吼、啊，变作是一个海绵状的一个即、这个即、这个情形啊，所以就好朋友呢就做即个上课啊。那么即、这个就是小补一补一补，会很有效，啊即。今年的这个夏天，一种炎热的这温度哈、哦，造成伊可能比这中国起，大概在六月底七月初一下，呀，迄个温度就会造成，所以那个时候还要再补一点。所以林刚一记记，就是伫热人的时阵，咱拢讲开会的时阵很重视，啊，但是这个苹果在成长的迄个阶段，因为苹果咧大，迄个速度足紧，所以伊也有去出现着这款的这情形，一种爱小来这注意点。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去确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有微蓝光黑黑的那个会不会是缺钙啊、哦？反正呢，啊，这个部分啊，这咱同学啊，同学比这类食来对一种果肉的解解本，基本上是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关系哈。钙应该也是有一点，所以呢，啊，为着别担心，就是比较当然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咱。土壤的这个有利爱的指数啦，这个白云石粉、高度石灰，这个改善土壤，这个改用的去用，那么能够增加一点土壤的这有机质。其他的山顶，这讲起来就简单，要做就困难。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太容易，这个那那是像有挖这种牛粪堆，而且我们。最近大概这一两最少下个礼最慢下个礼拜啊，不然一定会打后边放。讲真侪后边拢讲啊，迄、那个有机肥，迄我拢敢讲有补助啊，政府补助，哎，讲申请就嘛。那么铃铛就是安尼吼，就是讲你甲咱订有机肥，啊，当场甲你送有机肥，啊，迄、那个你资料互伊吼，铃铛伊甲你伊帮你申请，啊，迄、那个钱吼，迄、那个钱政府。有机肥的补助直接配入你的户头里，啊，你唔免去申请，就是讲你甲咱，你甲咱登记，甲咱买，啊，咱甲你帮你处理这个经费，安尼大家加减嘛，吼，啊，看会当，因为这是政府的好意嘛，吼，啊，无人为个东西，什么太阳能，什么引起冲撞，直接去死吼，这对咱来讲一点好处拢无，是啊，咱嘛，这个大概嘛为厝边嘛留两滴啊，嘴暖咱也心会着，那么。但是，作者好朋友拢讲，哎，足麻烦的啦！我那各类菜加挂一件，每年的补助都用不了，这嘛是属实的哈。但是就讲，啊，不如小这手续咱帮你办，你老需要。所以下礼拜咱来搞这个详细变怎做哈？啊，搞咱好朋友做这，这就是讲有机质的增加，对咱来讲，相当的这重要哈，相当重要啊。那么这是安尼吼，所以你种大有季节，爱用一点啊可能，但是表面吼啊天气无拄好，伤寒伤热，另个别伤寒，一般伤热，即个伤大就是太干燥了，是讲迄、那个土壤的甘水伤个落雨，一直落雨，一直落雨，落雨了，你咧种药的时阵记得要补，大概是这样子安尼起来。那么其实底下不要提醒的，就是讲即个苹果对即个木非常的敏感。所以有当时啊，伊个一个这个营养转运各方面，对阮的经验内底的微量元素特别注意啊，有一点木啊，伊也当去改善作者这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就木能够去补金贺的这个改善，所以有时候这方面你就注意一下啊。那么明年呢，在这方面咱一起努力啊，这样不啊，农工这个应该是有机会的。绝对呢可以让他一直再上一个台阶、哦、来说了去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热带水蜜桃、哦、这提早落叶，因为这个作物、哦、这个壳对于这个、这种低温的累积是为叶、啊哦、落叶开始生，所以要落叶一开去生到一开有一个低温的一个就是说低温需求的一个那么这个红菱吼，这个、红菱这应该是台农七号，台农七号，这是咱农技所这个台农的这个品种啊。那么这个呢，目前讲已经炸哦，虽然它不是很大颗，但是它很早，
所以伫真济讲是毋是当来奥绿全世界啊？这个将当然有机会，因为你炸，但是问题是这个你还知影这个德啊，德啊呢大概有一点点，就是讲咱也卖去用影响到德啊。我要讲的是这意思，你咱的德啊要出口，先不用想那么多。是讲咱只要呢，是讲这个品种伫国内卖去用进口的这个德啊影响到，那咱的这个一德用，所以。目前的是讲，比这个世界上，当然呢，因为伊是一个这个，在四月份大概全世界的是讲啊，这个北半球的这个鹅啊未出来了，啊南半球的鹅啊冰到遐已经差不多紧，所以这个时阵其实是有机会啊，所以假设了，这个变作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这个，那么近景农事所给老师哈在讲的这个话，他之前提的一个概念，这个非常机器工，我们一直很努力，但是没有实现他的这个理想，所以在努力当中，这因为你大陆人根本每一颗乳家，因为那现在景现在，那么这个部分的是讲以四月成熟呢。以这个时间哈，那这个红菱哈，这个物件就是讲伊啊，迄阵较凉，伊就会当生色，就会当慢，伊真早的较无房啊顶，这嘛是一个伊真重要个所在哈。那么这开花真早，一月中旬开花，伊个这个短低温哈，冬季休眠的这个低温时数较少，所以伫咱北部适合去种，所以你要让伊会当提早采收，要让伊开花会当稳定。这个时阵啊，无落叶其实也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落叶的。所以呢，这个方法是适合的。我拔400米呢，这个当然你也当可以啊，这个可以落叶。那么落叶如精贼，就是以落叶越整齐，归位的如短低温。你也给你讲，这种物件其实它还是要有一点低温需求，那么完全无低温需求的，就是迄个平地的莺歌桃，一种的野桃啊，一种的哈，那么那种桃子，迄个米水蜜桃，一种的，伊都无虾米款，都无这个，就没有这一种，就没有这个无这种低温需求的这个，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是安尼啊。那么这嘴歪歪对吧？这种的，这叫做莺歌桃。野格啊，好，那么这款的这物件，公熊的是这个有，就是比较，反正它就不属于，就对这种低温哈，也它那农民那里野格啊啦，就大概是这样，而且就怎样解哈，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那是有能够让它落叶，用台农七号这个红菱。大概呢，它会比较整齐，这个对你的成绩是有帮助，含量也会比较。